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查理，我是一只小小的金丝熊，我最爱吃水，现在我在吃我最喜欢的东西，这是我的邻居虎皮鹦鹉帕里，他特别自恋，整天照镜子，对着镜子叽里呱啦。你看他长得是不是比我丑很多呀？一般来说，一条面条我可以吃10分钟。今天我超常发挥，1分钟就吃完了。喵喵喵喵，真香呀！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的家，这是一座2层的小楼，一般我就在1楼逛的。你看，我是不是长了一口烂牙？哎呀！伸个懒腰，有的时候我会被强行捉出来洗澡。我的大浴盆里面全都是沙子，我会先洗脸，洗脸要花很长时间。我的邻居经常会偷偷溜到我的屋子里来偷东西吃，你瞧他。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了，但是也懒得管。洗完脸我就开始刨沙子，洗身上。看我洗完了，是不是特漂亮呀？一边洗，我还可以一边晒日光浴呢。